嘿，大家好，炫耀主播侠行 Clicky， 欢迎来到我 Studio。今晚的 Minecraft， 我们将玩的是《欧语啊奇妙物语》。我上集 episode 是不是把它叫成《欧语啊喵喵》？小时候的那个米奇妙妙屋看太多了，不过阿神长大的时候才有米奇妙妙屋，所以这代表什么？阿神高中还在看卡通频道。上礼拜的时候，阿神卡了一整个 episode 的关卡，然后有很多很多 bub 在下方的评论告诉阿神到底该怎么做。不过依然还是可以看得到有很多 bub 说：“阿神，你都不看评论的哦，都跟你讲了，你还不会去那边看。”这边跟就是不知道的 bub 们说一声，阿神拍影片的时间是在周六周日，会一口气拍七部影片左右，这样子 bub 们在平日的时候里头才可以看得到阿神的影片。所以bub 们上礼拜看到的东西都是已经预先拍好的。没有办法，尽管阿神看到的就是一些评论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些改编，所以今天就是那个改编日，我把你们的所有的评论全部都看完了，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些那些评论里面说的事情吧。这个新世界是下午巧克力来我家的时候偷偷玩的，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东西，也许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在这里面。巧克力说他也想要拍拍看一些影片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来我们家玩，看我的一些设备之类的。好，扯远了。上集 episode 的时候，我们好像收集错东西了。爸们都说阿神，这不是我们要的可可豆，我们要的东西叫做，似乎就是可可豆这个地方。我还记得那个片数的秒数应该是在10分15秒，是不是？阿神都有在看评论。所以我们要找的不是这个可可豆，是要找就是可可豆，是我们的就是可可豆在哦，是这个吗？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可可豆，不是那个东西，是。似乎就是应该是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啊？好妙，为什么有些 奇怪的东西混在里面、啊、我真的不是可可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似乎哦，这是一样的东西哦。好，我们把我们不需要的放进去叠在，哎，还没有办法叠在哦。一个是从那个 too many item 里面拿下来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里面都是 too many item 里面拿下来的东西，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它藏在巧克力的枕头底下，这样他晚上做梦的时候都会梦到巧克力，他应该会感谢我。我们其实可以种在这个地方，不管了。然后这就是第一个 bug 们留的评论，所以我们把东西给放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不过我看了所有的200多则评论，就是没有看到 bug 们说那个糖去哪里拿。有人有爸是有看到有爸说阿正把糖丢到垃圾桶里面了，不过我丢下去那个是垃圾，那不是糖。然后第二则评论是说厕所里面的可可豆长得有点怪，我不觉得它有点，你是指这个东西吗？这个是南瓜，这不是可可豆，这是可可豆树，然后这是可可豆，感觉都是真的可可豆啊，所以应该是真的。下一则评论有爸说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拿不到，所以箱子里面就是这样子了。嗨，留言破解，今天是阿神要跟着 Bob 们的留言一起走，一直走，一直走。好，那巧克力房间的东西应该是这样子了。接下来下一个东西是狗子房间。狗子房间还记得阿神在上集 episode 的时候，卡关卡很久吗 ？Bob 们的建议是告诉阿神说，抬头往上看。好，我们抬头往上看。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好，那打开门，然后再配合到另外一个 Bob 的建议，抬头往上看，并看有蜘蛛网的地方。我发现 Bob 很可爱，就不告诉我真正的东西在哪里。什么抬头往上看，看有蜘蛛网的地方，所以低头的蜘蛛网就不用理它了吗？后面有宝箱吗？确认没有。后面有宝箱吗？确认没有。后面有宝箱吗？确认没有。今天自己 episode 就是要确认 Bob 们的东西。没有东西。好，左边 clear， 另外一边不对，现在这边是左边，所以这边是右。好，管他的，我的方向感很差耶。有东西吗？有没有藏在后面？这边没有蜘蛛网，不用看它。蜘蛛网上有了啦。这个地方，不过是谁会在这边抬头啊？哦，找到了。哎，可是为什么拿不到啊？因为他在那个角落。开到我。狗子的剧情，还有我们把东西放在右边，这个东西我们先放在这，有点乱哎。这个斑斑的房间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刚刚拿到狗子的剧情跟斑斑的房间，我们看一下狗子房间有什么剧情好了。说在这里，
种诡异诡异感觉的地方看着这本书，会不会等一下就被抓走丢到熔炉里面？不过这边应该没有熔炉吧。当时我不知道爸们听不听得到，在这附近有一点小小岩浆的声音，那个声音很小，应该会被 BGM 压过去。但是我们先看狗子的日记好了。2013年9月1号，去年发生的事情，总觉得伴伴最近怪怪的，老是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拼拼画画，在走廊上见面也不打，招呼也不打了，问他是不是心情不好，他也不回应，到底是怎么了？好担心他，这是什么新 CP 吗？啊？哇，欧玉娃的人很乱哎。伴伴又不理我了，我做了什么事情伤了他的心吗？不是我的问题吧？他会不会以后都不和我说话了？好难过，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好了，过了三天之后，班班没有理他，之后又过了4、5、6、7，又过了三天。狗子说：“我受不了了，我决定要去把一切擦。为什么不就直接问他就好了？明天去找锁匠，帮我打一把钥匙，帮我打一把他房间的钥匙。我想调查一下他到底最近在做什么，为什么都好变态哦。”我们的隐私呢？所以过了一天之后，钥匙打好了，钥匙做好了，但是今天班班一直在他的房间中，无法进行调查。钥匙先跟自己一起藏起来好了，明天放学之后再说。然后隔天就是9月9号，99重阳节，今天就是潜入他房间的调查的日子了。一大早，阿神就叫不起，对不起吼，他在家中，我就不能偷偷进班班的房间了。如果擅自进去被阿正发现之后，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哈，快迟到哦！所以今天是99重阳节哦。哦，99重阳节都是一些节气那种节气的那种气非常重的时候，然后就是什么行星什么东西，常常拿来做梗的东西。总而言之，今天的节气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应该是做一些大事的时候。好，下一则 Bob 的评论，我翻一下我的笔记哦。下一则 Bob 评论是说，阿神的煤炭砖，然后还有这边的红石，先澄清一下，很多 Bob 说阿神你身上有红石啊，为什么不把这个就是放在上面？这边澄清一下，这个是橘橘的东西，它不是红石，像阿神现在想把它放上去，但是没有办法放上去哦。然后体外电路裸露在外面是做什么的？电线断了吗？有什么东西可以修复？另外一些 Bob 们说煤炭砖可以用到，还记得煤炭砖吗？在厨房附近这个地方。嘿嘿，如果这样子做的话，我一定会被你走。不过他现在不在家。这个煤炭砖，把它拿起来。有 Bob 说可以把这个煤炭砖放在中间，煤炭砖可以就是导电吗？还是之类的？我也不太懂这个物理原理。总言之，就是放上去应该就是可以用了吧？嘿，被骗了！啊，Bob，怎么跟你讲的不太一样？啊，还是他是要放在上面？不对，放在上面的话，他就不会连到这里；放在下面的话，他就不会连到左边。那啊啊 ，Bob 啊啊，现在是什么状况？好啦，我之后如果找到红石的话，应该是可以。如果接在这个地方的话，应该也还是可以连到下面。嗨，可以连在下面。我就先不把它拆起来了。总而言之，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好，我现在身上有半半的钥匙，然后还有果子房间的日记应该可以先放起来。总而言之是钥匙，只是铁匠去打的。哦哟啊，家里面的钥匙还真是零零碎碎，到处都是。这间是小夏的房间吗？那我们应该是要去半半的房间。半半的房间好像有一些秘密，对不对？我记得在作者的笔记里面有写，看一下。提示：大厅的走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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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我记得跟画，对，有了，有画就钻老梗了吧。每个地图的作者都爱玩这招，但是这招对半半似乎一点作用，所以我们应该这个画也太多了吧。好，这边后面好像有东西耶，我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了。有没有看到我们？我是进去了吗？有了，里面好像有东西可以打开得到，小夏房间的钥匙。好，谁这边有？我钻进来了，这里又是哪里？
这个地方又是哈，我小夏房间的钥匙应该就是要插在小夏房间，那这个地方我就先不插在这个地方。哦，这一下就被我识破了嘛。嘿，这边有东西可以装吗？好像没有，他没有用大的画挡起来，他是用小的画，所以在缝隙跟缝隙为什么要啊？斑斑跟犬犬是吗？双重人格太有道理了，这里钻得进去吗？嘿，钻不进去。好，那这里呢又有地方可以钻进来，有箱子耶，犬犬房间的钥匙。好，这边东西越来越多，那大的话都很可疑，都感觉可以钻进来，但是好像没有路。好，所以没有路。这边是斑斑专用的女厕，这边有地方可以钻进来吗？好像没有的样子。好，总之斑斑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画。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厕所，里面有草。啊！我不明白。完全不明白。笨笨房间甚至连冲水的东西都没有，他一定是美少女，美少女都不上厕所，我完全不明白。Toasting 欸，为什么啊？小夏房间的钥匙 Open。 嗯哼，为什么笨笨房间有小夏房有东西，有小夏 Sugar， 有 Sugar， 然后就是小夏的日记。哦，我们又要承认是什么。看一下小夏的日记。8月25号，今天又被巧巧罚站了，然后错巧巧得意什么，学童好重哦，不能换轻一点的吗？然后隔了5天之后，今天又被巧巧罚站了，臭巧巧笨巧巧得意什么，学童好重，提演讲痛会变轻一点。哇，我这样不是很好，演讲应该会，我一直觉得 Minecraft 的铁桶可以装演讲，实在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罚站站到好想去上厕所哦。然后过了几天之后，今天又被巧巧罚站了，呆巧巧坏巧巧，讨厌演讲痛好丑。他一定是跟巧克力想说，我想提演讲痛。还是提水桶比较轻一点，早知道就不要提演讲了。总觉得最近上厕所都有一种不安心的感觉，是我多心了吗？今天又被巧巧罚站，他这是他的开头的那种抬头是吗？太可爱了吧！蠢巧巧，猪巧巧，果然水桶轻多了。下次再不要自作聪明提什么演讲桶，真的好奇怪哦。最近上厕所怎么都觉得传来奇怪的窃笑声呢？绝对不是我多心，我真的没有听啊，我真的有听到。今天被巧巧罚站了，狗巧巧，猫巧巧，巧巧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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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Alright， 小夏的日记里面都写着巧巧。所以我们先把小夏的日记放回去，不然会被那个发现。然后这边还有藏东西，涂巧克力键，看一下这是什么。这边还有一把奇怪的钥匙，图书馆式的钥匙。涂巧克力键是奇怪的东西，一阵寒战打从心里冒出来。我好像知道会议室中巧克力房间的钥匙是谁放在那里。小夏专用厕所，我好像没有找到厕所的钥匙。哦，不用钥匙。啊，那为什么这边要放紫色的方块？它的用意是什么？最近小夏在上厕所的时候都会传来奇怪的声音，然后这边有个奇怪的方块，传来奇怪的声音，但是钥匙却在半半的完全组织不出来一点东西。这边没有录好。总而言之，我们现在身上的线索非常的多，犬犬房间的钥匙我也不知道插在什么地方。犬犬房间是这个地方吗？半半跟犬犬住在一起，所以我可以合理的推测这里是犬犬的房间。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合理的推测，对吧？好，那我们想要去看一下犬犬房间更多的话，这种感觉好不舒服哦，我的天哪，犬犬还好吗？啊，怎么突然觉得这游戏变了，有一种我好像来错地方的感觉，关起来，好奇怪的地方哦，斑斑你在做什么？搞不好就是那条路可能通到小夏的厕所，然后斑斑房间有巧克力的啊。图书馆室的钥匙、okay、哇，我们欧一娃一定要这么喜欢读书吗？自己感觉就是藏着一些奇怪的东西在这里，只要我们稍微一闪神就找不到东西。我喜欢这种书柜可以跳上来的感觉、哦、有东西吗？是可以跳上来，但是这里又是，这里是门口，总觉得图书馆隐藏着什么秘密，只是阿神现在没有专心在看这里到底有藏些什么，其实在很专心了，但是要一边讲话真的是，哦，找到了，所以我们要从这边跳过来是吗？嘿，我们要从上面这个地方跳到这里，哦，再跳到这里，有了有了，丹丹房间的钥匙，所以我们先有丹丹房间的钥匙，跟丹丹炼金术的钥匙，跟阿谦房间的钥匙。有一个 Bob 说，阿谦房间的钥匙如果没有提示的话，真的很难知道到底插在哪里。然后这是最后一则今天应该破解的东西了，我刚刚突然忘记 Bob 们还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嘿咻，我们去阿谦的房间，这个钥匙就跟阿谦房间钥匙做调换，其实阿谦房间的钥匙应该插在上面，这个钥匙应该插在这里面的某个角落，不过到底要插在哪里呢？不可能是这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触发过，紫色的地方会是插在里面吗？到底该怎么评断啊？这原本箱子里面有东西对不对？记得有东西，所以我是要插在墙壁，这样子也不太可能，地上可以插吗？地上不能插，刚刚Bob们听到阿森按键盘按得很用力了，不能插在这里。这三个书柜不可能是插在书柜，可以插吗？可以插哎、欸，我可以打下来吗？可以可以可以，所以我就是哦，变成控制杆了，好、哦、没关系，试试看嘛。所以要在这边一直试，一直试，试到它打开。哦哦，打开嘞！就在中间这个地方。哦，这感觉下去就不用上来啊！我觉得这款游戏变得越来越诡异了。Alright， 这一集episode差不多演到这。不知道宝们觉得这一集episode有没有更多的进展了？然后剧情开始朝向一些诡异的方向前进了。OK， 这一集episode差不多演到这。如果喜欢片的话，不要忘了在左下角；喜欢在左上角订阅，实时订阅片频道，实时跟踪片动态。我们下一集episode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二女孩有没有听见外面那些树在说话？订阅阿神的频道。点左上角就对了。See you guys. Bye bye.